温碧霞拥有不老女神之称，似乎岁月对好看的人都格外的青睐。11月23日，温碧霞在微博晒出了一组出席代言活动的照片，身着白色抹胸短裙性感亮相活动会场，大波浪卷发，披肩女人味十足。有着性感女神之称的她，如今已经51岁的温碧霞已经年过半百了，却依旧风韵犹存。现在已经是寒冷的初冬之际，冒着严寒大秀香肩美背大长腿，敬业精神100分。镜头前的她皮肤白到发光，站姿也非常的优雅，再加上一袭大波浪长发，远远的看上去说是20几岁的少女也不为过。而生活中的温碧霞也是一个裙控，尤其是喜欢吊带裙，就连去杨子和郭伦学校的开放日，温碧霞依旧是走女神路线，穿着一件白色吊带裙，在一群穿着接地气的家长中相当亮眼。可能是逛累了吧，女神温碧霞竟然盘腿坐在石凳上，非常的接地气啊。近几年温碧霞的作品并不多，却一直活跃在观众的视野，却接了不少商演和代言。